喜欢的话按赞订阅追踪起来。听说嗨霸王是业界第一难搞，你什么资讯都没有给我，就要我给稿，然后客户有病呢，你就帮客户强奸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有问题是你，来不是客户啊？我操屁操，调事感太有较大，我撕了你们两个。一好，嗨霸王客户呢，这次想要打造一个指标性海鲜购物节，预计在购物节前两周开始网络平面宣传，再结合 KOL 的社群直播炒高热度，所以 banner 的视觉设计要麻烦你赶快帮我处理，拜托。停，讲重点，还有手放开，不要碰我肩膀。就是客户下周三要走平面宣传，所以要麻烦你赶快帮我出一个初稿。请问一下，设计资讯什么时候给？就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啊，他们想要打造一个。我是说活动主题、活动内容以及客户的设计需求，这种实质性的资讯，不是要来重复刚刚一大段的废话。我们活动还有些想要调整，详细资讯确认后再给你。嗯，可以。但设计稿可以先走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反正整个活动主轴就是要围绕在一个海中霸主的概念。海中霸主？该不会没有吧？有啦，客户他们想要呈现的就是海中霸主的概念呢。海中霸主，嗯，是公他小，你信不信哈？我画五个海绵宝宝扛着蟹老板出场的画面。不要操，你火气太大了啦！那活动就还在调整中啊，不是我先给概念的。对你什么爱？你什么资讯都没有给我，就要我给稿，然后客户有病呢，你就帮客户强奸我？我哄你，你还委屈啦？对不起哦，还拿po文昭告全世界啊！没有，不委屈，不然我追杀客户，问他们购物节名称、活动 slogan， 然后明天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处理的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。好啦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不放不放。哎，妮娜，嗨霸王的 KOL 直播操作不是已经切给你跟以曼吗？你该不会这样对我吧？逼设计师出空气稿件这种屁事是不会发生在姐身上。我已经给客户打过预防针了。直播的重点呢，就是 KOL 要够大咖，环境陈设简单处理，只要有 logo 和资讯就好啦，不用设计。哎，黄琳娜，你们业务要确认商品资讯会很困难吗？嗨霸王改了七次，就是因为商品资讯提供不完全。他一下放干贝，一下放龙虾的。最近疫情影响严重，有单接就要偷笑，好不好？你就该给他们。听说嗨霸王是业界第一难搞的。那这样是客户难搞，双方搞不定啊。我看一样的案子，黄琳娜很闲。拜托我谁？台北黄哎，客户克星 is me， OK， 你管改改啦。改好寄出了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不好意思，修改稿子已经寄出了哦。我正好也讨论这件事哎，刚客户说啊，他们发现龙虾的库存不够，现在主打商品要改成红鲟。啊？库存不够也太瞎了吧？没库存，干我屁事哦。哎，拍死了，我就忘了查库存，现在进货来不及啦。你们图改一下应该比较快吧 ？OK 啦，没问题啦，改一张图小事啊，我们处理啊。不好意思啦，就刚好到公司门口的时候，客户才打电话来说的啊。这不是刚刚的问题耶，主打商品在我设计前就应该确认好的。你是这样子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上次有上公司跟你们重新排版，所以我一知道就赶快跟你说了，你明天还有一天可以修改嘛。你是不是搞错重点了？你应该跟客户协商，干脆不要放主打商品，不是来为难我嘛？哦，现在就是客户端的问题啊，他们也很不好意思。那怎么就这么不能沟通和体谅啊？你看看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有问题是你来的客户啊？我，操屁操啊！客户有病，你们现在才知道？都第一天上班啊，后天就要上架，图稿给我修一修。要是敢害我叫大胆，我撕了你们两个！黄琳娜，朱姐 ，KOL 直播的部分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你放心。我正要讲这件事情，刚嗨霸王的老总直接打给我，他说 KOL 直播费用实在太贵了，要改成素人直播拍卖。哈？可是后天就要直播嘞，现在哪来时间去找素人啊？
找不到素人啊，那你就自己来喽。在，搞定就让他。阿路九二八，我是娜娜妹，娜娜妹是我。各位观众，卖个萌啊！今仔日无上，妹妹。这个海霸王红鲟福香，卖个问我内底有啥啦？相信我，娜娜妹就对啊，价值绝对破万。今仔日卖啰嗦，几千块直接加一，要的加一啊，没有按赞加分享，来乱的一律封锁。小帮手要，嘿，今晚几张？两百张，两百张，收完了啦，阿姐啊，真正行情都要三百五，好不？今仔日我无爱赚啊，我袂爽的，袂起码子的。你有买，我感谢，无买我多谢，好不？今晚娜娜小女子现在教大家怎么煮，来，小把手啊，上红鲟，来哦来哦，进来啦，好来啊来啊来啊，你进，给什么塞你？给我开心一点啊，啊，敬业一点啊，让观众看到的好起来，你们，来，红鲟怎么煮，教一下啊。小把手，别唱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控得很好哎、欸，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有一度快喘不过气了。有要这个吗？九，好。